感谢神带领我们每一位家人，无论你在任何的城市任何的地方，感谢神带领我们可以再一次透过晴雨如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等候。好像我在预备今天的晴雨如的时候，看见有一些好像一些干旱的一些土地，有一些贫瘠的土地，就在现在，神的爱要来浇灌这些土地，要来松开这些心。也许在你最近的季节里面有一些担忧的事，甚至你的身上承载着许多的压力跟挑战，耶稣要对你说，孩子，到耶稣这里来，他要使你得着完全的安息。你是耶稣所宝贝的，他的恩手在你的身上，他总没有撇下你，也没有丢弃你。也许你的生命的季节走过高山低谷，走过一些开心挑战，甚至有一些流泪谷的季节，但耶稣的恩手永远没有离开过你。现在好不好，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，以放松的姿势打开你的心，我们一起来领受天父的爱，来领受从天父而来的祝福。就是现在好像看见圣灵的恩雨开始降下，浸透这些干旱的土地，开始有一些小树芽开始发芽长大，好像你的生命，神的话也照亮进来，滋润你的心，松开这些压力，排开这些忧虑与挑战。有一些时间，让我们将我们的心，将我们的眼目，将我们的思想单单聚焦在耶稣的身上，让神的灵来引导我们的身体，引导我们的魂，引导我们的灵进入水深之处，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喜乐平安的水流当中。似乎就在我们安静的时候，我看见有一些家人好像在最近的季节你卡关了，好像你被许多的事物，许多的烦恼充斥在你的思想，在你的心中，好像甚至你没有力量继续的来往前。看见现在耶稣的光照向你的生命里面，好像耶稣为你调整一个新的一个次序，让你可以看见一个新的可能。神要为你看似这前面没有路走的一个方向，神要告诉你说，孩子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中。无论你向左或向右，天父要成为你的指引，他要成为你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。另外也看到有一些家人，好像你最近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，好像你在这样的风暴，在许多的泪水里面，
你已经用尽你全身的力量，让我看见耶稣跑在你的身旁，紧紧地拥抱住你，他要告诉你说，孩子，天父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好像你现在看似没有力量求助无门的时候，耶稣要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牧者，他要再次搀扶你，让你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让你发酸的腿有力量可以靠着主刚强的站立起来，好不好？你若是这些家人，我邀请你，你可以张开你的手，打开你的心，我们用方言或用悟性，我们一起来向神来祷告，就是现在神的灵要释放你，得到全然的自由，神的灵要来医治你，恢复你，坚固你。
就在现在，神的爱满溢在我们的心里，神的灵要来触摸，伏庇在你的身上。现在一切的担忧，一切的恐惧害怕，要从你的身上全然的来离开。好像有一些担忧的事物，甚至有一些压力沮丧，让你现在在当中好几天你无法安然入睡，耶稣的光要照向你的身上，使你不陷在恐惧、害怕、担忧里面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，这样的医治要照向你的身上，一切的控告、谎言也要从你的身上全然的离开。那些破碎的心在耶稣基督里头要得着全然的医治，也看见有一些伤痛的心，在过去的日子好像你失去了一些事物或关系，耶稣要对你说，孩子，耶稣要以他自己来代替这一切，你不再感到失落，你不再感觉虚空，而是在基督耶稣里，你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自由。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爱，要丰丰盛盛、饱满的、丰沛的，充满在你的身上。来领受耶稣的爱，来领受耶稣的恩惠，来领受从耶稣而来丰沛的祝福。谢谢你，耶稣，赞美你。主耶和华，你已经检查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已晓得。我心路，我疼我，你都细查。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。主耶和华，你已经见。查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已晓得。我心路，我疼我，你都细查。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。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，安守在我身上。这样的奇妙，是我不能测透。你的至高，你的尊贵。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可以往哪里去逃？可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展开。
和华，你已经牵长了我。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已晓得。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。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你在这前后环绕着我，安守在我身上，这样的奇妙，是我不能测透。你的至高，你的尊贵。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名？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和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展开金城的翅膀飞到地极，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和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，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。主耶和华，你已经检查了我。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已晓得。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。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。就在我们敬拜跟等候里面，我们一起浸泡在这一段经文里面。诗篇139篇第9到第12节说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。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今天我们要浸泡的主题是如何为你的生活心存感恩，好像神预备大大小小的礼物跟恩典，就在我们的生活，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
但我们的生命也许有一些时候会有低谷、挑战、不容易的时刻，也会有高兴、高山、欢喜的一个时刻。好像我领受到的画面，就好像我们在海边，看见海浪一波一波的朝向沙滩冲上岸来，但当潮汐退潮的时候，海浪退潮的时候，可以看见沙滩上有许多的海星，有许多美丽漂亮的贝壳，甚至有一些闪闪发亮的光滑的一些石头。也许你的生命的季节有涨潮的时候，但也有退潮的时候。我们的天父为你预备这些美丽的贝壳、美丽的海星，如同在你的生命里面为你我预备许多丰盛的恩典，为你预备许多精心预备的礼物。因为你是天父所爱的儿女，你是他所看为宝贵的。有些时候，当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，他为你我所预备的恩典跟祝福，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我们心也甚至没有想到的。好不好，让我们有一点时间，我们浸泡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也沉浸在刚刚所领受的画面，让神点亮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，即使我们在黑夜里面，即使我们在挑战里面，即使有些时候我们在压力困难里面，天父依然为你预备爱的礼物、恩典的礼物、祝福的礼物，让这样的光点亮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有一些时间，让主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天父为我们预备的这些恩典是极其的丰盛，也让我们看见他为我们预备的爱与祝福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远远超乎我们生命当中所想所求。生活当中，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最需要的时刻，耶稣他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他成为我们在患难当中的高台，成为我们在危难当中的避难所，
好不好？神让我们看见这些恩典与美好的礼物。有一些时间，我邀请你，我们可以用方言、悟性或灵歌，我们单单来感谢神，来赞美神，为了神给予我们的健康，为了神给予我们的恩典，为了神给予我们在生活当中所享受的这一切，我们来向他来献上感谢。
里头得着全然的释放，得着完全的自由。喜乐要成为我们的力量，喜乐要全然来浇灌。当你正在认识这位神的一个过程，即便你不是这么认识他，但在你里面有一个愿意，有一个渴慕的心，看见就在你即使不明白，但耶稣的手按在你的身上。甚至我看见有一些家人是耶稣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，告诉你说，孩子，欢迎你回家，欢迎你回到天父的爱，回到天父的同在，好像耶稣已经等候你一段时间。虽然可能在过去的日子里头，你花了许多的时间在经营你的工作，你的事业，为了你人生的道路而努力地向前来奔跑，但好像在这季节里面看见你四处的碰壁，甚至身上带着一些伤，好像耶稣现在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，要告诉你说，孩子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你就是新造的人。让那些过去的伤害，让那些过去的伤痛，在基督里头，这些都要过去。耶稣要给你一个新的身份，他要给予你一个新的命定，你是天父所爱的儿女，你是他的孩子。我也看到好像有一些家人，也许你是在海外，可能因着工作，因着读书，你去到一个很远的城市，很远的地方，好像在这个季节里头你感觉到孤单，好像你自己独立的面对生活当中这所有大大小小的事物。就在这时候，耶稣要对你说，孩子，你不是孤单的，因为耶稣与你同在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惊慌，因为耶稣总不撇下你，他也总不丢弃你。就是现在，来领受天父的爱，来领受天父的医治。
让耶稣满满的爱，丰沛的同在，充满在这些家人的身上，好像耶稣的手按在你的身上，你的心得着一个新的力量，新的喜乐，新的恩典。他要牵引你的手，有力量的前行，就是现在定睛仰望在耶稣的身上，就在耶稣的爱里面，还要来安守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上，他要前后的环绕我们。也许在这个季节里面，好像你的身体有一些疾病，有一些限制，或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软弱，似乎在神的同在里面，神要为你打破这一切的铜门铁栓，神要为你折断这一切的重轭，神要为你拆毁这些身上所有的锁链，因为耶稣所受的刑罚，你要得着平安；因为耶稣所受的鞭伤，你要得着全然的医治。好不好？就是现在你可以按手在你身上，也许有疾病、软弱、限制的地方，就让耶稣的手、医治的手、恢复的手、坚固的手也按在你的身上，让他来前后环绕我们，他的爱、他的同在厚重的来浇灌我们，释放我们得着全然的自由，也医治坚固我们的身体，让我们得到全然的健康与释放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现在
像圣灵的同在，现在就不断多又多的多又多的永留在我们的中间。看见那些黑暗、恐惧、控告、谎言、伤害，就从你的身上全然都来挪去，全然被圣灵的水流冲刷离开你的身上。好像现在爱的江河、喜乐的江河，就全然的充满、充满、浇灌、浇灌在你的身上，让你的身体、你的意志、你的情绪、你的思想，都在耶稣爱的同在里面，都在耶稣的保护当中，也在耶稣的平安里面。就是现在，仰望耶稣，你的心不再是封闭的，你的心不再是破碎的，你的心不再是限制软弱的，而是在基督耶稣里得着医治，得着恢复，得着坚固。你是被爱的，你是被天父用他独生爱子耶稣的血，甚至他宝贵的生命，重价买赎回来的。你是蒙爱的孩子，你不是孤单独自面对许多的挑战跟问题的，你是耶稣所爱、被他所保护的。就是现在，耶稣要来洁净你的思想，耶稣要来洁净你的感情、情感、意志，让你生命当中好像看似咒诅要成为祝福，好像看见前面的方向有一些不可能，但在基督耶稣里也要成为凡事皆有可能。在人是不能，但在神凡事都能。就是现在，我觉得好像有神很多安慰的话、坚固的话，从他而来力量的话语，要进到你的心中，要进到你的思想里面。花一些时间，我们来领受这些从神而来的话语。耶稣要对你说，孩子，他是用笑脸帮助你的神。也许你正走在一些需要做决定、决策的道路，你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继续前行。耶稣要对你说，孩子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都来认定耶稣，耶稣必指引你前面的方向。无论你向左向右，你要听见神对你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行在其中。花一点的时间，我们来领受从耶稣而来的话语，从他而来的安慰与祝福。
你的爱就在我们的前后环绕着我们，主，你的爱来坚固我们，医治我们，恢复我们。主，我们深知道我们生命当中你与我们同在，也许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在我们的情绪里面，在我们的感受上面，真觉得有很多的不舒服，有很多负面的想法在我们的里面，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被冒犯的，但好像在今天领受从神而来的爱，再一次的深知到这样子的被冒犯，这样子一些负面的想法，神都要来为我们冲刷而掉。特别好像在祷告当中领受到，好像有些时候你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，好像因着同事的几句话你就觉得被冒犯了，好像回到家中因着家人的几句话你就觉得被冒犯了，你里面有一个愤怒，你里面有一个不被了解，你里面甚至有一个好像你觉得你自己是没有价值的，以至于别人都不看重你。但在这个时刻，圣灵亲自的在你的前后抱抱着你，以他的爱来冲刷掉你生命当中的这些感受，这些情绪。好像我们真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，全然为我们担当了这些过犯。我们再一次的进到神的里面，我们深知道神就是医治者，神就是恢复者，神就是坚固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里面有了力量，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也再没有让这些情绪来掌控我们。我们再一次的进到神的爱中，进到神的心意当中，因为在神的里面没有黑暗，光来了，除去一切的黑暗，我们就进到神的光中，神也使我们就站立在光中，享受在他的荣耀当中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们更深的来领受从你而来的爱，从你而来的光，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黑暗全然都要离开，全然都要除去。主，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感谢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主耶和华，你已经检查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，我心路我谈话你都细查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，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，安守在我身上，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，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说尽，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，我若展开星辰的翅膀飞到地极，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。
经检查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。让神的光来照耀我们，让神的恩典来覆庇我们，也让耶稣的恩手按在每一个他所爱的儿女的身上，使我们或行路或躺卧，或在人生当中的高山低谷，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地方，耶稣的光都要照向我们，耶稣的恩手要按在我们的身上，他的恩典跟慈爱每天要前后环绕我们，耶稣的恩惠慈爱要每天随着主所爱的儿女，愿这一切的恩惠祝福医治封存在每一位神所爱的儿女的生命里面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